他不杀，我叫他杀头猪，他不杀啊。我叫他杀头猪给我吃，他不杀。把这边下面看一下啊，我懂，吃不？啊，有你，你看我小表妹都嫌弃他姐姐烤的了，你看，他二姐烤的，你看，哎，别，鸡腿那个鸡脚掉喽，我不吃喽，要掉喽，我杀一个，你看，哎别这个，我不吃，你拿去回。我是女的，你是女的吗？你是女的，那我们两个合不合适？有没？有喂，浪费。你看我表姐，你看，哎，别，不是要吃屁股吗？哦，我不吃。阿总，不吃了。屁股啊？不，屁股也不吃，牙骨也不吃了。不吃喽。我来。不吃了。啊。来。哎，他们，哎，拿充电，拿着，来，拿上，先进去嘛。啊，可惜我的充电。来，哇塞！有喂，你看他又杀鸡的时候用斧头来杀的，那个。我给你做了个啥？妹妹把那个菜板洗一下。他老公给你做了一个什么汁呀、啊？先几点？椒麻汁、嗯。妹妹把那个洗一下。你这个都烤不好了呀？你还给我做一个椒麻汁？辣椒剁碎，直接拿来吃，先一点。这啥子嘛？我给这是。他说的是辣子汁。对。我不吃，你口交了，你好的没好，我不吃。人家要这个，你是第二段，就这么交给他去。我现在就交给。辣子汁我不吃哦。儿子给吃不到了，不要点吧。啊。儿子，我吃多少块？你们你是谁？有表姐。妹妹把家里面把那个表姐，我不吃，你别弄了，辣子鸡我不吃。你要你吃这个不行。妹妹，你辣子鸡我不吃了哎。让我妹妹把家里面那个盘子给到煮了，盘子里头给。表姐，我不吃辣子鸡，我害怕拉肚子。要喂，又斧头来了。阿爸，表姐我不吃了，表姐我就这样子吃，我害怕。表姐，我不吃了，你温柔点，我就这样子吃。表姐，别玩斧头，危险，好不好？别玩斧头，不要玩斧头。我说，要这姐妹，我看一下这个。要这姐妹，这是什么？哇塞！什么样？什么？我表姐用斧头来宰鸡。小鸡的这鸡叫靠，这耳朵停一把。我表姐用斧头来宰鸡，表姐，我不吃辣子鸡了，你温柔点好不好？我不吃了，你这，表姐我不吃了，哎，表姐我不吃了。别啊！啊，别了。你就，表姐表姐，我不吃了，有位姐。人家杀鸡吗？又菜刀。你们是彝族的，是凉山人吗？是的，我们是凉山人。我有位表姐，有位表姐，我不吃了。菜刀拿来。你人家杀鸟吗？有斧头。你是杀鸡子？有斧头。你能不能用菜刀，表姐？能。啊？能。温柔点儿哦，这样子嘛。他给我弄一个辣子汁，你们吃过吗？辣子汁就是我们彝族的那个，鸡仔碎，那么小大一个，然后黑椒一起来，又那个火起一起吃，又然后这辣白一起吃，好吃的很。哦 ，A B 能不能讲卫生点？哎，别你没好你在。啊吧吧吧吧，你这吃，啊，拖点，你。
妖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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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表姐我不吃了，表姐表姐表姐，我什么说说，表姐我不吃了，表姐表姐表姐，温柔点温柔点温柔点，你能不能讲点幼稚，哎哔哔哔哔，说这是什么，嗯，家长说啊，说哎哔，表姐我不吃了，我不想吃了，表姐表姐我不吃辣子鸡了，不吃了，表姐表姐，阿爸爸爸就是阿不，表姐表姐我不吃了，你不用斧头，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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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你爱着你，你们家里没菜，这是肉是谁吃的吗？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是。这是啥吃的？啊吧吧吧吧吧！小姨妹，你这烤肉鸡，即使是目前古人后来后来煮的哟。啊，不吃这个。啊吧吧，你这是说。你觉得了，你是谁，我怎么吃都花脱的呗，哎哔哔哔，啊爸爸爸爸爸爸，我第一次见杀鸡用斧头的人就是我的二表妹儿。表妹，你看我的汗水，你快去做。啊不行啊，所以你吃不给你吃不给你，帅哥你好，把小姨妹给我，愿意吗 ？OK 啊 ，OK 啊，这是千想，哎呀，我认不到字，千想鱼子，可以，小姨妹，啊，我把我表妹介绍给你，有你要这样做，哦不，我不吃了，表妹我不吃了，哎逼，你看，要还我还要用亲友过一道炒一遍的。现在还要使的，你这是什么做法呀？使了过用汽油过一道，这叫这个叫柴火烧汁。柴火烧汁是这样子吗？你那个鸡肉都宰碎了，你说柴火？啊，你不多。啊，把直接从案板上跨过啊吧啊吧，你啊不，我不吃啊，表姐我不吃。走，拿去洗。表姐，你。表姐，去嘛，过来过来。嗯。表姐。啊，这个。表姐。啊，这个。一比你还细，你看，缓过一下。你这是怎么吃？怎么吃？你叫我怎么吃？一比，这什么？你是不是那坨屎啊？一比，你看，别吃口。哎别别别，怎么回事，表姐？表姐啊，你怎么回事？这什么呀？菌根。菌根。嗯。你是用手来抠的？对呀。哎别别别！呸！哟，真是，表姐你是个人才，我第一次看到你是杀鸡用斧头。用菌根用手来扯，人家是用刀来扯的，你是用手来扯，你看这是鸡肉用斧头宰的，黄瓜是菜头宰的，还有鸡腿吗？你看你看，哎别别别别别别，你能不能温柔一点，怪不得没人要你。一别，这什么？哦，我爹不知道，不知道别的不知道，懂不懂？你们看，一别，这什么？这不吃不吃，表妹。别动！表姐，我不吃。哎，你想看？我给你看。哎，我不吃，我不吃。哎，我给你吃好。转，不吃不吃。哎呀，我不吃。让开！我不吃，我不吃，我怕你了，我怕你了，我不吃了，我没，我跟你有仇吗？我跟你有仇吗？我不吃，我不吃。让开！哎，表姐，我跟你有仇吗？这个，我给你讲。
这个还要过，先把它洗干净过后，用清油把它炒，用。我不来了，我明天不来了，我明天不来，我不吃了，我不吃了，我不吃了，我说我不吃这个。你让开。别别，等一下全部都是，不要讲我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不要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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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跟你有仇，我没跟你有仇，你不要这样子害我，好不？不要讲，不要这样子害我，好不？我不吃了，我不吃了。白姐，白姐，我不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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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丢了，丢了，丢了，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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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吃了，我不吃了，我回家了，我回家了，我回去了，我不吃。我表姐要害我，你们觉得呢？表姐，我不吃了，真的我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丢了，丢了。别动，这个很好吃的。表姐，你能不能不要害我？我不吃了。这个炒。哎咪，啥呀？哟，你走了。表姐，我不吃了，我不吃。表姐，表姐。你让开。表姐，我不吃了，我不吃。哦，我不吃了。喂，我不吃了。那个、真的很好吃的，这个。我不吃了，我不吃了。表姐，表姐，表姐，我没跟你有仇啊，我跟你有仇吗？表姐，表姐，我不吃了。表姐，我不吃。你让开，我跟你讲。我不吃了，这个很好吃的。我不吃了，我不吃了。表姐，我求你了，我不吃了。我跟你有仇吗，表姐？我是不是跟你有仇啊？没仇。没仇吗？你不要这样子害我，好不好？哎，比出来，我个脚的脸上木嘛。下有几种啊？下有几厘米粗个。表姐，我不吃了，你不要喊我。哟，还竖哥哥那坨，你看、哦。表姐，我没跟你有仇啊。烧好，你不吃了，好了。他是在喊我吗？你看，你看，这个怎么吃啊，表姐？表姐，我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你让开！我不吃了，我不吃了，表姐，表姐，我不吃了，不吃了，我给你弄嘛！我不吃了，我不吃这个，我不吃这个。我吃，我吃。哇哟，今天上庙里，表姐，我不吃了，我回去了，我回去了，表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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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好了，不吃，不吃。你看，我跟我表姐是有仇吗？你看她用这个，别，全都是屎，她是弄不来。全都是屎，真的。表姐，我不吃，我不吃了。这个、很好吃的。我不吃，我不吃。哎呀，我你不懂。我不吃，表姐，表姐，表姐姐，我不吃，好不好 ？A B， 什么个子？二十个牛。A B， 啊不不不，他腿子丢到那个培培里面。表姐，我不吃了。哎、我不吃，我不吃。你不吃吗？我吃嘛。表姐，表姐，不要害我，好不好？表姐，我求你了，你不要害我。我吃。啊爸爸爸，你们吃，你别人你个子哦。这个啷个的？这个啷个的？哎呀，表姐，表姐，别弄了，别弄，懒得弄，懒得弄。这个够吃了、哎，够吃了，够吃了。你那个丢了吗？丢了，丢了，丢了，好不好？我亲爱的表姐姐，你丢了。鸡肠子吗？是的，鸡肠子，他就这样子冲完水就丢进去了。他又不好好洗干净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我怎么堵住出的个劲？你们看，你们看，他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然后直接就冲也不冲，这直接就丢进去的。你看，然后气力把个劲，我怎么？我呢？气力不是你这个方法。你看。咋么等一下就卖货了？你疯了吗？表姐，你今天去收山货了吗？今天没有去收啊。他们说剧本。明天去收哈，明天去收山货。这是剧本吗？你他妈的，你不要跟个鬼！表姐，我不吃了，你不要害我好不好？你看，你看，全都是屎！你看，我他妈个家堵了，我有个家。那表姐，表姐，我不吃了，我不吃。表姐，表姐，不要害我好不好？我跟你没打，别。艾米，表姐，我跟你有仇吗？啊不，你看，屎一起屎了，他又屎一起屎了，你们觉得吃得下去吗？啊不，呸！别，这话你再也不说。艾米，表姐，我跟你有仇是不是？是不是有仇？没仇。我们之前各过各的那种。哇哟，这边形容的好。表姐，用盐吧，过一段才可以。他没有盐，直接丢进去的。他没有盐，人的话多得很，不清楚。你们来吃，
它就是冲一道水，直接丢到那个盆盆里面，一起做。你看，有这样子做饭的吗？我妹妹烤的。我小表妹来了，你看，我小表妹都好了好了，这个单独给我吃，单独吃。人家吃的。你看，等会。你啥口？单独吃吧，我单独吃，我吃这个。不行。那边的这个全都是屎，他就用那个冲一遍，就那个肠子丢，直接就丢进去了，真的。表姐，我没说过你吧？你能不能不要这样子害我？知道指什么个叫指什么？你说吃。哦，么你咋也不对。这是我要吃的。你要吃的吗？你这个怎么吃啊？还买哪去了？就这样吃啊，这个熟了的。熟了吗？熟了呀。你熟了吗？又还用洗来吃吗？阿巴阿巴，吃到边去了，供应哥。一比。我不吃，我不吃，谢谢，我不吃。我觉得我跟你姐姐是有仇吗？怎么了？你看我小表妹吃的很香哦，她姐姐烤的她吃得下去。叔叔，家人们想看你，我不是叔叔，我是大小伙子，二十岁。叔叔。啊，不是叔叔。叔叔。啥子叔叔？你说大话不？我是不是喊过你哦？你给我那屎都没出干净，要问他，你看。他是没想过我的感受，真的。你们觉得啥东西这是？他那个杀个鸡给我吃，然后露那个肠子冲一遍水，直接丢到那盆里，说做辣子鸡给我吃。老陈，你别再这样说。20岁哦，20岁。阿伯，表妹。表妹，用手来捶，你看。哎，这样子才入味。我给你有仇吗？我是不是我过来你不高兴啊？高兴呀、啊。啊，高兴还用手？你用菜刀呗。实在不行，你用斧头呗。你手来的捶，等一下我们三个怎么吃啊？我知道。大家一起叫叔叔啊！不，我才20岁。不好。阿爸，阿爸爸，吃多面，吃点卤鸡子，放东西。叔叔好。阿爸，你别这样说好不好？表妹儿，你还又来吃？别逼！阿爸爸爸爸，没看到过你这么做饭的人，我真的没看到过，你没看到过这样子人吗？我翻译的完，叫大叔呗，亲戚的，不要叫大叔，声音很像大爷的哟。我声音很像大爷吗？我觉得不，我觉得我声音可以啊。等一下，我给你们来一首，我表妹给他们这一首歌，阿表和阿妹。孙子，几个？我是知道啊。表妹，别等一下，别吃我明哥。哦，我带你去县城里面吃，吃好的。跟我吃烧烤。哦，吃好的，吃贵的哈、哦。我这个也。你看你别，你自己吃这个，你自己吃。等一下，我们两个吃好的，吃贵的。你们一群人显老的很，你们害死谁不显老？你们害死谁都是年轻娃儿，18岁，遥远的18岁。男生不再错过那个，你是一辈子18岁。不能在俺们那出你顶要做个成功吧，你顶了不了的嘛。要为表姐，傻下哟，过年生，一起吃有人过年生。表姐，别扯了喂，你到那来夸喂好不好？我求你了，我跟你有仇吗？咋个嘞？这样子吃才入味。怎么入味嘛？怎么入味？啊，爸爸爸，表妹在上学，给她资助一些
前榜皮不皮主播，他是主播，这个是他妹妹，姐姐过妹妹正常，他是老板，他是老板，你看右手来的成了，你看，哟喂，表姐啊，我去接受主播的，表姐，能不能有多大的哟？你看，我的妈的，警察长吸收没有，吸收没有，一直在扯，你看。